一群牛由牛仔赶过去，是，哎呦，这球掌握的不错，打了一个中外野方向的安打，是，选球哈、选得好，然后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攻击的机会，这球又投的比较铁。紧接着上场打击的是第四号，对，这一局啊，进入第三轮的打击了，对合作金库队是一个机会，对他的一个投球的尾劲也比较了解。过去两场比赛没有安打的郑嘉明，今天第一次上场就击出了一支中外的安打。